一、二、三。男生们张开眼睛吧。接下来大家有三分钟时间好好聊一聊。男生生日的时候，赶快把自己的幸运神别在女生的手上吧。行吧，男生请把幸运神别在女生的手上。女生也可以抱怨一下，为什么都不喜欢心。女生把这个礼物送给自己的男生小天使。